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1.3 醉拳明朝直播前瞻解析，活动多少关都给说清楚咯。首先，一旦剧情混结预告片，这里我稍微猜测一下，索爱人说越是前进越是临近毁灭，前进呢是指人类的发展，毁灭呢就是字面意思，为什么发展会等于毁灭呢？我猜啊，要么世界规则的限制，要么呢就是某些高维度生物的限制。这些不管啊，大伙还是记得禅心会的目的吗？是的，释放悲悯。如果联想一下，禅心会也许在某种意义上并不是残害人类，而是保护人类呢，限制人类的发展，或者让人类更加的团结，也是防止人类有一个毁灭的结局。还记得无灵 W 吧？为什么墨水要炸掉太空电梯？为什么只留下流浪地球的方案？类似一个道理啊。而守爱人后面一句话也是比较有深意的，很虐，只不过这一次我会改变这一切，会改变这一切，这意味着什么？循环毁灭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，之前无能为力，而这一次啊，守爱人找到了什么方法可以结束这一切了。不知道大伙有没有看过暗黑啊，可以把守爱人理解成克罗地亚，你就懂了。然后这里呢还有一句再见了，我怀疑是耶布旦啊，不能刀，肯定是耶布旦。前面十几秒的信息量其实还是蛮大的，以上呢都是个人猜测，咱们继续。有一说一，这个标题啊，有一股恋爱小说封面的即视感。这里呢还能看到库洛洛在扫地，黑黑暗的库洛洛啊特别多，黄色是工程，黑色跟白色呢有警戒有清理，蓝色呢是送快递的，还有戴高礼帽的管家库洛洛。而且黑黑暗的城区里面有很多的充电桩，他们没电会自己去进行一个无线充电，挺可爱的。然后呢是一段地图展示，平，这里是新 boss 的所在地，也是泰迪斯系统核心的所在地，因为新 boss 啊是泰迪斯系统最后的防御。继续，这里呢都是角色演示了，快进，这里演示了守爱人的演奏效果，自动闪避五次，感觉不如霸体。这里是守爱人的变奏动画效果，要注意出现这个效果就代表了你的大招结束，所以协奏满了之后不要乱起守爱人。然后呢就是右狐，右狐是戒宝大师，老师是陈皮，这一段咱们直接略过，不等右狐的机制啊，后面上线我再出视频，不用急。不过这里似乎透露了领我们去黑海岸的是右狐。继续，这里是安可的半星啊，旁边有个小女孩 NPC， 应该是触发任务人，整个半星都很童话，后面呢还有安可哭的画面，所以合在一起讲一讲安可的故事。安可本来很快乐，有黑面和白面作伴，直到母亲去世的那天，安可接受不了保护机制生药，才产生了精神分裂。黑面呢代表了骑士防御，所以从此安可身上就外写黑面人格，一直以快乐和无不得样子的示人。回到视频啊，安可哭应该是代表着对母亲的释怀想念，他会永远藏在心里，永远怀念。 OK， 继续几个过场动画的混剪，听一下这里的城市啊，大概与这个一次性的副本类似，绝路的介入啊也是这个介入。继续，这里是 boss 的演示，冲浪玩法，3D 俯视角，传送门玩法的演示，继续，这里可以看到策划组是高度冲浪的，你们说的梗呢、啊、他们都知道。继续，食物特显，这里呢是在也是守爱人的机制，这个也会出视频。这里新增守爱人专武四星武器皮埃野童系列，四星武器的话全套都是加攻击力的，过度的用处不大，有个活动还可以自选一把。下面是新增印象皮肤，姑姑河豚与幽灵鸡叔还都变成了120级的红明冠，其他红明冠呢有名气之刃、月师与磐石守卫，每个红明冠都有三个宝箱一个成就，大概有80星星，真大发呀。这个卡带呢就理解生侠就行了。继续，新增的全息三哥场地在北洛野这个位置，新增了一个大块场地啊，特地给三哥的。摩托车呢成就借田搞的，阿飘啪神经害我笑了一下，三哥两条命，一命骑车二命站着，反正攻击啊都是超级流行的快慢岛，带借器有单坑。这里要说一下，新增全息应该是会刷新全息商店并给你一些全息货币的，前提呢你要打的其他全息数量呢我不确定，
正好在 1.1 的大哥更新后啊，我收到了1000左右的圈修货币。至于需要全部打完吗？给多少？年代也太久远了，细节还真忘了。大伙有空打打全息吧。接下来呢就是活动介绍了。首先呢是7日签到，5常驻，5限定，固定的。第二个区域探索活动，这个奖励呢就是自学4型的武器箱，还有金色的材料箱。留影活动，类似于 1.1 的拍照活动。联机打全息活动，字面意思，表满列大哥打大哥，一共好像是9关还是10关来着，死了呢10秒的复活时间，可以单人也可以联机挑战。也有金材料的箱子奖励。海象模拟活动，一共6关，打怪的可以给角色上各种 buff 模块。跑酷活动，这个挺有意思的，400先生也是打怪开宝箱，但是宝箱里面呢是各种 buff， 比如加暴杀啊、暴击等等。呜呜快递，这个就不用我多说了吧，反正以上这几个活动啊都是战斗耍，后面呢就是优化的补充了。首先优化了手机的画质自动调节，优化了移动设备啊，支持蓝牙的手柄连接，这个可以啊，起码操作可以上去一大部分的。守护城区对于这个游戏啊影响还是比较大的，所以骷髅把这个游戏做法是做了一些好事。快捷前往目的地，方便你采集的指示功能，地图分类，剧情跳过有解数，图鉴名词优化，方便理解剧情。 UI 指示优化，防止用错误道具。然后呢是深海合成，不用怕某些的胚子融掉了，而且在右边有个批量融合，你点进去啊就直接筛选生命防御这类机遇进行一个批量合成，就不是五合一了，这个挺好啊。某些人怕是邮件里面都堆满了深海，其实呢还有两个没讲到的，一个是战歌重奏的副本，就是绝将的 BOSS 副本可以重复挑战的，不需要每次都退出去。还有一个呢就是合成台的交互优化，不是随身合成台啊，好像是打开速度优化了吗，这个不清楚，反正优化不大。还有呢就是线下的消息，广州跟无锡啊都会有参展，地址呢在这，对于距离近的小伙伴表示实名羡慕。最后一个是一点灾，在9月29号开启，就一周了，所以大伙耐心等待吧。 OK 啊，以上就是这次前单直播的所有内容了，也是战绩赶出来的，可能会有遗漏啊。还有要说的就是跟上期一样，不要参与节奏，不要管他们，不要让某些人破坏自己的中部心情。